河北五强一向有年画之乡的称誉，每逢过年过节，农人们将年画贴在门上、室内、灶房，不仅为平日清贫冷淡的农家小院增添了节日的喜庆，也寄托了人们祈福降灾的美好愿望。年画啊，顾名思义，它是春节期间张贴的一种这个工艺美术品吧，可以说，这个在过去，新年来临了，人们有贴这个年画的习俗，就是往往这个劳累一年，他把这个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个什么贴年画上面，把我来年的希望，来年渴望丰收。是吧？今年，经过多么艰苦，这个获得了丰收，丰收的喜悦，对于来年的这个一种期盼，都寄托在年画里边。五强年画不是，它不光是春节、端午节要贴，八月十五要贴，九月九也要贴。所以五强年画它这个一定是超出了这个年这个范畴。中国的年画在汉代开始出现，公元1611年至1820年，明清两代进入了全盛时期。此时南北各个年画产地逐渐形成，由于地域人文相异，各地年画的风格迥然不同，显现着各地不同的文化风貌。苏州的桃花坞年画天生赋予吴越文化的柔和与细腻，河南的朱仙镇年画自有中原大地的深厚与大气，而四川绵竹年画那些舔胸叠肚的门神，好似个个都是从川剧舞台上走到画面上来的。临近京都的天津杨柳青一派富丽与典雅，山东杨家埠的年画洋溢着齐鲁文化的阳刚之气。五强年画是集尽了北方大地的炽烈与遒劲，线条粗犷，造型夸张，色彩简单浓烈，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。当时五强的接官镇是五强年画的生产销售集散中心，镇上有140多家画店，周围50多个村庄有画业作坊，在外地有160多处批发庄，年总产销量高达1亿对开张，行销大半个中国。以当时全国的人口计，每年每个中国人都能平摊一张五强年画。远古时期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有限，面对一些难以解释的自然灾害充满恐惧，只好借助宗教信仰求得心理安慰。于是传统的降鬼人物神荼、郁垒当作门神贴于门上，后来钟馗被认作是驱魔除妖的神灵，逐渐取代了传统门神的地位。五强年画的形成应当跟这个价值艺术、民间价值艺术、五强下的石刻艺术，还有这个宗教文化，这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
据我们下的这个掌控资料看吧，有很多是，比如说这个，逃学寻命，这个孟浩然逃学寻命，这幅画这是一幅邓方画，他就是源于什么？应当是木刻，石刻转木刻，这么演变来的。还有一些大片神像画，这个都跟那个庙宇、黄庙宇的这个风格它是一样的。时代变迁，神像画逐渐演变为富有装饰性的吉祥图案，更符合劳动人民祈求人寿、年丰、大利的心理，表达的是人们热切的希冀和愿望。在当地有一种传说，五强年画一年谷一张，不知落在哪一方。谷就是说从画上走下来的意思。过去穷人娶不起媳妇儿，买一张美人画，希望画上的美人可以走下来，结为夫妻，过上美好的日子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用年画内容反映时政、揭露社会、唤起民众，可以说是五强年画创作的一大特色。进入20世纪中期，由于石印年画的崛起及社会风习的变化，五强年画趋于衰落。然而，由于五强年画地处冀中平原，是抗日革命的根据地。一些艺术学院的进步画家纷纷奔赴五强，注入了全新的社会风尚和西洋绘画艺术技巧。这种革命文化的时代特色是五强年画所独有的。1949年以后，新中国时期的年画融入了农村建设的喜庆题材。近些年来，由于乡村人们生活的变化，贴年画的习俗有所改变，年画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幸运的是，五强人珍爱自己的艺术。一次意外地发现，五强年画再次被人们关注。2002年底，在一次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座谈会上，从一位民俗专家口中得知，五强某村一处居民的屋顶上藏着许多年画古板。这些画板从何而来？为什么会被搁置在屋顶上？这其中有没有久远而珍稀的画板？这对专家们是一个金子般的消息。答案终于揭晓。经专家们调查得知，古画板藏于县城西南周家窝乡的旧城村一家贾氏家族的屋顶上。贾氏家族原是旧城村中传世很久的年画印制世家，贾家人只印不刻，画板就是饭碗，养活了贾家6代人。时风变迁，年画衰微，贾家无奈中放弃画业，却不愿放弃画板，所以将画板藏于屋顶，觉得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在年画古板几乎绝迹的今天，这批画板的意外发现引来了众多专家们的极大关注。海内外几十家新闻单位冒雨赶来进行现场直播或做相关报道。贾家将这次发掘出来的珍贵古板画全部捐献给国家。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祖传献给我们祖国，献给我们五强，让我们五强的精进
让我们武昌的文化更加光辉灿烂。这次发掘古版画收获颇大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，他将为武强年画乃至中国民间年画的依存增添一份沉甸甸的财富。这个发现这个木板的话是159块，有100多块可以说是粉碎性的，当然不存了，就跟那个涂面的一样，一这个起下来以后都划得坏了，有这个15块是比较完整的，有13块被当时这个庄家鉴定为名家国宝，这13块的话，在这个我们年画史上来说，武强年画史上来说，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空白，这些东西都是古板。都是绝品，我们过去没发现过。比如说，其中有一个是三玉正月，三玉正月这个图非常好。三条肥大的鲤鱼争用一个鱼头，它们使足力气，摆尾翻身，跃出水面，掀起拍天巨浪。这种奇异而充满情趣的手法。是为了强调一个争字，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在争头，而是在争天上的一轮明月。为了陪衬气氛，对比三鱼之趣，左右还安排一组同样在争头争月的小石斑鱼。他们为什么要争月呢？这里并非画一个典故，而是运用了民间年画中惯用的手法，将月谐音于月，看似三鱼争月，意为三鱼争月，鲤鱼跳月即跳龙门。民间传说中，鲤鱼越过龙门就能成龙，腾空上天。鲤鱼跃龙门意为成功的意思，画面充满活力，景象升腾。此外，三鱼争头与武强年画的代表作六子争头是同一种思维方式。甲式古版的美人图是年画中常见的题材。美人图分为两种，一为单幅，一为对幅。对幅是左右一双，一幅画的人物面向左，一幅画的人物面向右，对称的画面有均衡和庄重之意。这种画多贴在房内门板和屋中。甲式古板中还有娃娃戏，娃娃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生活的明天，也是人间的天伦之乐。由于娃娃与未来相关，所以娃娃的图像大多要放入吉祥、喜庆与富贵之类的内容。雀豹佳音的风格比较独特，简朴生动，毫不修饰，更具乡土的气息。吉祥是人们过年心理中重要的内容，也是一种对生活的向往。吉祥的符号在年画中无处不在。万象更新是一套门画的右幅，一是辟邪，一是祈福。众多吉祥形象挤满画面，文图并茂。戏剧故事一直是年画长盛不衰的题材，表现的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戏剧人物。有两块有关表现社会风俗的古板，指日高升、阖家出行图，挖苦和嘲讽达官显贵，带有讽刺的成分，这正是武强年画的特征之一。1993年，文化部命名武强县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。2006年1月22日，国家邮政局在全国发行了武强木板年画特种邮票1套4枚。这是武强年画首次以国家名片的形式向海内外展示自己的独特文化。
这首融入夸张成分的民谣，说明了武强年画当时的繁荣景象。这戏是指武强的戏曲年画，千台戏是指戏曲年画品种之多和印制之多。民间戏剧是乡村文化生活中最大的事情，戏剧故事也是武强年画中最受欢迎的题材。那么衡水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它大运河从衡水境内穿过，所以这个地方从古至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码头，演戏的码头。那么这些当地的百姓们呢，也非常爱看戏，因为南来的北往的戏班子，频繁的穿梭于此，频繁的在当地演出。那么这些人们呢，对当地的老百姓啊，对这个一是形成了看戏的习惯。二是见着了不少的名角，三是呢通过看戏呢，也学到了一些好些个东西。在武强年画博物馆呢，我们看到了许多那个戏曲作品，其中的旦角戏比较多。你像石玉琢，苏三起解，还有花为媒，像现代戏什么李铁梅啊，什么阿庆嫂了，像那个武强县呢，在老百姓当中有一种地方戏叫老调。官人好比吃中水，艺术当随时代。由于中国现代京剧的兴起，如沙家浜、红灯记等一大批样板戏的普及，因此武强年画也出现了许多现代京剧的内容。我命反复无论好运钱吞吞吐吐顶苍天，踏破山门六角银腰马公鸡上山山论其题材，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、吉祥图案、天地众神、社会风俗、花鸟鱼虫无所不包，从世间万物到天国想象，都在武强的年画里。武强年画题材来自当地的独特人文，充满着朴实醇厚的乡土气息，
以及武强人特有的机智、幽默与辛辣。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，题材内容不断翻新，制作工艺也日趋成熟。武强年画的制作最早是手工描绘，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，实现了绘、刻、印、裱的全部套印的工艺过程。旧时武强还没有化学颜料，但本土的特有植物成就了当年武强年画的诞生。河边的芦苇是造纸的材料，红色出自于庭院里的石榴花，村口的槐树上结的槐米能榨出黄色，靛蓝草是蓝色的原料，坚韧的杜梨树可用作画板雕刻。正是这些平常的自然物产，使武强年画有了最需要的原始材料。绘稿是整个制作工艺的中心环节，要求画师不仅有高超的绘画造型能力，而且要有熟悉刻板印刷的专业特点，以便创作的画稿适合刻板印刷要求。刻板是武强木板年画制作工艺的关键环节，其基本要求是既要符合原画样，又要有创造性，更要发挥刀味木去的效果。刻板要求涂刀立线，经久耐磨。木板一般采用曲两面刻，优点在于防弯曲变形，省材，便于收藏保管。武强木板年画的印刷也叫刷画印刷，主要靠的是经验和技巧。先印墨线板，依次印大红、黄、蓝等。刷画的质量要求线条清晰，色块均匀，不阴不僵，配色浓淡适宜，套板准确，画面整洁。在今天的武强，有些艺人老了甚至故去，一些年画制作工艺已经被当地的人们渐渐遗忘。刻板是年画制作工序中最重要的环节，如今虽然年画销售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，民间刻板艺人楼来宾一家依然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刻板行业。楼来宾一家住在当年武强年画的发源地武强县接官镇，楼来宾从小就是在家庭的熏陶氛围中成长起来的。我从17岁初中毕业以后开始学的刻板，我们这刻板也算交叉吧，我跟我父亲学的，我父亲是跟他舅学的，我舅爷是我舅爷，我舅爷是跟我姥姥也学的，那是我父亲的姥姥。当初我学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由于刚毕业的时候呢，男孩喜欢玩，那时候不太愿意学，但家人逼着学的，也是生活的需要吧。就说当初生活的需要，没有什么变，农村的没什么变的金钱的，经济来源比较少，我学了这个东西了。妈，十二点多来做饭了。我同事来了，能到吗？我要做什么事啊？吃捞面吧。吃捞面了，我请他做的。刻板这行吧，应该说是得心静，耐得寂寞。手法得稳，小刀准，手稳，刻着下条比较匀称、规矩。学这东西吧，你要是没有耐力，
学不了，即便学也学不成。天天一天就是十几个小时光坐着课的东西，相当相当累。要说课吧这行很难，应该说是很难。我这个二闺女初中毕业，她在上学的时候看我这种课吧，她有点喜欢的东西，跟我当初都不一样了。我当初是教了毕业的学，我感觉到他有点喜欢这个东西，他老想回来，放学回来开我课，他就想着我课，他老想通这个东西，在教上开还是跟我学这个东西。我从小就看他报的某种课吧，小时候看那个课，觉得挺好玩的，挺好奇的。一开始小的时候，是坐不住，老师待不了多一会儿，就得起来玩玩一会儿。但是现在，比以前强多了。是你这个小的时候呢，这算一门这算技术活也算。你爷爷也说，干到时候能干不了了，这不失传了。这失传不了。这人那小呢，小会了就失传了啊。都说这。武强年画因接官镇而扬名全国。接官镇因有楼来宾这样的家庭，刻板的手艺就不会失传。2002年，武强年画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楼来宾说，加工刻板的活儿越来越多了，这说明武强年画的市场开始复苏。1985年，武强县建立起一座颇具规模的年画博物馆，中国民间木刻年画出版研究会武强年画社也设在武强年画博物馆内。在旧城村发掘的珍贵古版画也珍藏于此。如今武强博物馆的收藏居全国之首，是全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。武强年画历经了六七个世纪，终于有了永远而美丽的归宿。武强年画历经500多年，作品充满了吉庆红火的节日气氛，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，被誉为中国农耕社会的缩影，农民艺术的象征。岁月变迁，武强年画带给中国乡村的美丽与热烈，历久而弥新。